无花果是不是不开花呢？不是的，其实无花果也开花，像这个所有的植物它都得开花授粉才能长出来，只是好像花比较小，或者是授粉的过程。这是我们施工现场有一个老百姓家，他这个无花果树我看得有个三四米高，这么大一棵。以前我们这无花果就在花盆里，哎呀，多好！你看这些无花果，这都长大了。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没有熟的。那远处有一棵熟的，我想什么时候吃。无花果是那种味道特别好吃，会有一种香蕉和其他的味道，特别喜欢。无花果干我也喜欢网上买着吃。这就是这棵无花果，这就是这个老百姓的院子。前面是无花果，后面是光伏电站，我们正在施工。